好！师傅，这狗日的罪该万死！燕子门比武，点到为止，不得开杀戒。嗯。擅离职守，私自和中国人比武，你违反了军纪，哼！而且居然败得如此狼狈，我不服！八嘎！住手！高道君，你先下去休息吧。哼！嗨！让我整治他的是你。让我宽容他的还是你，武贤君。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我不想让你打掉一个日本武士的精神。喂，传我的命令，把抓来的所有中国武士统统杀掉。不。只把那些铁杆秘密杀掉，其他人全都放了。武贤君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现在又是怎么想的？程天君，难道我让你观赏斗蛐蛐的情景，这么快就忘了吗？嗯？太君，哎，您辛苦了。哎，太君，哎，这燕子门的人呐，哎，专会暗器伤人，要论真刀真枪啊！八哥，哎我，呸！武贤久闻大和尚是有道高僧。日前曾受日本人的侮辱，一来拜访，二来慰问。老衲九遁空门，沉念已绝，你有什么话就跟菩萨说吧。听说大和尚自毁牙齿不能进食，武贤特备了稀软之食物，还望笑纳。牙齿没了，骨头尚在，老衲一向不与人语，何况禽兽乎？大和尚称日本人为禽兽，可见心中有恨，这与陈念已绝岂不是自相矛盾吗？人兽不分，爱憎不明，那还算是什么高僧呢？请问我们彼此能否成为朋友呢？与豺狼为伍，老衲不是入了魔界了吗？啊，武贤此来并无刀兵之争，只作和睦之谈。要想和睦，就带着你的日本兵离开中国。大和尚出家数十载，定力闻名，可依我看来，大师暴力草莽之气未消，可见偌大个中国，哼，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和尚。日军暴行，罄竹难书，
就连中国的菩萨也会拿起刀来。师姐，我这练枪呢，练习水枪。师姐回来了，你吓死我了！哎，这枪哪来的？九天鹤送我的。师姐，有啥好吃的？师叔做的最拿手的九转大肠。哎，对了，那个九天鹤去哪儿了？孩子没娘，说来话长。跟我说了一大堆废话。去南京了。哎，这个枪有没有弹子啊？师姐，那不叫弹子，叫子弹，现在还没有呢。反正是一回事，有枪没子弹，不如烧火炭。会有的。三儿，你看师姐给你收拾的这个房间好不好啊？好，好，师姐收拾的。我喜欢，喜欢就好。那你就别走了，以后咱们一起打鬼子、抗日去。师姐，不瞒你说，我这次回来主要是想见你。这半年我这心里……不要说了。我就知道你心里装着师哥，我算什么东西？可师哥他喜欢的是白宁小姐，你别的我不管，你们那天盟誓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。三儿，哎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在这待着，别气，有事儿到普利门找我。哎，小凤，怎么了？小凤，云信姑姑，我娘被日本鬼子抓到回梦楼去了。别怕，姑姑这就想办法救你妈妈去。先跟我进来。舔干净，有良就良的。我被狗咬了，还他娘的是条日本狗！快点！这位姑姑，大嫂，您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小凤，我收小凤为徒。救我！来呀！好！
找来，今夜开香堂，快！快去！师祖在上，如今倭寇掠我中华，烧杀奸淫，无恶不作。见此，弟子李显更改绝不杀人的门规，倭寇见一个杀一个，愿倭祖保佑。燕子们从今日起要以国仇为大，我李显曾发誓绝不与官府打交道，如今誓言不变。我不是为国民政府卖力，而是要借此光大我燕子门在江湖上的声威，同仇敌忾，共赴国难。同仇敌忾，共赴国难。哎，兄弟，这样，你把所有的钱都拿上，回老家买块地先种着。我要是死了，就作为我的坟地。师哥，师哥，这个时候你让我走，小瞧人吧。小鬼子，谁没见过？我怕他。来，怎么样，把韩主席宅院送给大佐阁下做特务机关，还说得过去吧？谢谢藤田君的关怀啊。机关对外得有个名称吧？我已经想好了，就叫梅花公馆。梅花公馆？不错的名字啊。吴先君，明天皇军在济南举行的升旗典礼仪式，要不要参加？啊。典礼仪式缺我一人，皇军不减其威啊。既然身份已经暴露了，就没有必要再躲躲藏藏了，你说呢？啊，呵呵，同为帝国效力，我会选择适合自己的角色。各家各户注意了，都给我听清楚了，明天皇军就要召开升旗大典，所有铺面门口必须要给我挂上太阳旗，啊，凡是不挂旗子的，一律按通敌乱处。这，哎，你的呢？啊，怎么不挂上啊？哎，挂上，快点，快，现在就给我挂上。好好好。你要再不挂上，我现在就把你这摊子给砸了，你信不信？哎呀，我挂啊，我挂。妈，真是！各家各户注意了。又那就是你。哎，王掌柜，我说你嘟囔什么呢？我还没说嘛。哦，俺说看人家张爷，如今这多风光啊这。那当然了，风。他如今是我们的参谋长。哎，王掌柜啊，我问你啊，你今天怎么没挂太阳旗啊？啊？哦，前两天，挨家挨户的买了个旗子，哎，正好走到俺这门前的时候啊，你旗子买没了。说好了，昨天给我送过来，你可你也没来啊？给他拿三个。哎，王掌柜拿着，好，记得赶紧给我挂上啊。这15块啊！是皇军要的保护费。你前两天才买2块钱一个呢，涨了，涨了，说涨就涨嘛！你哪那么多废话？你交不交？我交。张爷，拿着。哎，哥几个，逃了看看去。走走走了。各家各户注意了，
皇军明天召开升旗大典，所有的扑灭字号都要挂上太阳旗。明天我们就按这个计划进行。对，多杀几个日本人为小凤娘报仇。杀几个哪过瘾呢？要我说，咱就把鬼子最大的官给办了，那才叫过瘾呢。三儿，鬼子人多势众，咱们燕子门就这么几个人，这次行动不在于杀多少鬼子，而是要打掉他的气焰。这是我们公开对鬼子出手的第一战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，所以必须按计划进行。师哥，你也太高看鬼子了，高岛厉害吧？还不是让咱师父给收拾得服服帖帖的。咱燕子门要干就干大事。就是啊，难道咱们像白小姐一样不敢做大事吗？哎，你们俩呀别吵了。云飞说的对，这日本人呐不是唐熙捏的，他们人多势众，有枪有炮，要是计划不周全会引火烧身的。师父说的对，行动一完，只要听到师父发出信号全部撤离，谁也不许耽搁，都要平安返回。日本帝国驻济南联队长藤田阁下，日中亲善升旗大会准备完毕，请指示。济南的民众们，我大日本皇军来到这里是造福于你们，拯救你们于苦难之中，以感念天皇的恩德。为了日中亲善，从今天起各个公共场所、机关、学校每周都要举行升旗仪式，以感谢天皇的恩德。好，说得好。鼓掌。鼓掌呀。下面奏大日本帝国国歌，升大日本帝国国旗。
出去！这是啥？嗯啊啊哎，是燕子满，燕子标志。太君，你看燕子标志是燕子门的，又是燕子李三干的。让你尝尝老子的厉害！哎。仔细走，走那边，快！到底是什么人？报告藤田阁下，是燕子李三。报告。报告。报告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快快吃快吃快吃啊！哎哎，怎么了这是？哎呀，再急也得吃饭嘛，快快快快，云溪快，哎，再等等吧。哎呀，这三儿也是没听着咱们的信号啊，他怎么就不回来呢？哎，您的酒，哎哎，肉也来了啊。爷，给您满上啊！爷，看您喝的挺字儿啊，定是发了大财了吧？狗屁！济南府出了件大事儿，你不知道？哎，知道知道。那燕子李三啊，搅了日本人的局，着实给咱老百姓出了口恶气，打的那个叫痛快呀！那上房揭瓦的，给日本人呐搞得是晕头转向的呀！这个燕子李三啊，真是了不起啊！来，爷，您再喝一个啊！要不这样吧，我去找三儿。于心，怎么了？你当小鬼子傻呀？我们今天闹了这么大动静，他们一定会全城戒严。就算进了城，怎么找三儿？那也不能丢下三儿不管呢。没人说不管，那总得想个办法吧。你这样去，弄不好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。怎么了？你吓唬我？自从你跟那个白小姐混在一起以后，胆子是越来越小了。一点都不像我们燕子门的人。你好了好了，你们俩谁也别吵了。要是再过一个时辰，云龙还不回来，咱就分头进城去找他。白骨，白骨，你扣，你扣。来来来，陪三爷喝一杯。爷，您自己喝吧。哎，这，この時間に何で一人いるんだ？老子是燕子李三，
来喝一杯。你可别瞎说呀。阿妈嘞。おそらくこいつは犯人かもしれん。そうかもしれない。把这镯子给爷戴上。给我。哎，怎么带两只啊？兄弟，我要回家。怎么的？还回去？怎么的？我要回家。二哥，你等等。我告诉你了，我要回家。那你？我要回家。你小子，干什么去了？师傅，你不知道，我听见信号以后，我就马上。臭小子！三儿，可是你这么做，多危险呢！快吃。师傅，我这不是也想给咱燕子门扬威吗？哎，不管怎么样，也应该按计划撤回来。哎呀，万一出了什么事的话，那可怎么办？师傅，您就别生气了。好了好了。回来就行了。哎，你吃你吃，师傅吃。三儿，定好的计划就按计划做，你这样让师傅多担心啊。行了，师哥，不就没按你的计划来吗？你少说两句吧啊。哎，师哥，你今天怎么了？你不但是胆子越来越小，嘴还唠唠叨叨的，是不是每天跟白小姐在一起，她教你的？我没有跟你们俩开玩笑。日本人心狠手辣，万一谁出点事儿怎么办？行了，师哥，就你唠叨。哎呀，行了，我看你们俩就谁也别说了啊，就不能少说两句吗？啊，少说两句。今天啊，咱们师徒几个全身而退，应该是个大喜事儿啊！啊，云飞，你这个当大哥的，给你兄弟斟上，兄弟俩敬你师父一杯啊！师傅，端起杯来。好，为了咱们燕子门旗开得胜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干了。你不要再。
入朝，很多中国人会在自己家的屋檐下插上一根一尺长的竹棍。你的意思是让燕子自己飞入我们的掌心？这就是春之燕计划。要知道，刺刀下的文明一定要内紧外松，即使是搜捕也必须秘密进行。要想真正统治中国，还要利用他们自己的弱点，才能使他们死心塌地地与我们携手共创黄道乐土，实现美好的大东亚共荣。走江湖，风雨无阻，白色红色，百合罂粟，坎坷拉开，拉开了距离，无解加重，加重了痛苦。深夜降临，了今晚还没有归宿，明天早晨我还要独自上路，年复一年，冰雪如故，莽月荒野，爱情增加了勇气，思念脚步，走江湖，风雨无阻，白色红色，百合罂粟，坎坷拉开，拉开了距离，无解加重，加重了痛苦。行走江湖，风雨无阻，白色红色，百合罂粟，坎坷拉开，拉开了距离，无解加重，加重了痛苦。深夜降临了，到处都是归宿，有爱只要有爱，不怕独自上路，心傲翘起千斤的骨，翘起千斤的骨，千斤的骨。